昨日在尖沙咀出席商场活动，他稍后会跟圈外朋友去旅行，到南美等地方，包括阿根廷、玻利维亚等，会去抵天空之境，但无戏雨季，要碰运气。虽然父母担心他的安全，但他只生死有命，自己不会担心。不过，嘉怡表示落实所有行程，订好机票后，碰巧有新戏真洽，我唯有推做部戏，因为咩都订好晒，如果我无出发，同伴都起飞无到。本来我有问弟可无可以等我返离先拍我部分，但弟要家人同地点，所以卯计要推。完成旅程后，他便回港宣传新戏，另有一套戏准备开拍，他指该戏一而再延期。采访摄影王连连。